足够的金矿。你没有。但我觉得我这几天散兵都怪怪的，这几天散兵都散不太好。之前都散不错啊，这几天散得很差，还说我不应该归到那么久。我兵好像超过什么160、170以后就散得很不好。枪弹不会比鬼雷强吧？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好，我等下试试看，我等下试试看早期去压，好，跟人家拼早期的操作。没有，我人类没有大致实力啊，我人类顶多钻石，之前是有用人类打到钻石过了，但后来就没打，我一上钻石我就没打。啊，这个人类不侦查、欸、哦，我知道他用死神侦查。他等下用死神侦查就知道我什么族，反正打三族都一样开局，都是死神开局。啊，这张图偏偏死神又特别烂。已经到了。喂，说好的死神。这种不侦查都莫名其妙了，那我今天是随机，他不侦查。除非他大招，哦，他大招不侦查 ，OK。但是他如果今天是正常打的话，不侦查，他连我什么族都不知道。干都不侦查、欸、，fuck， 干这是怎样？哎、欸，他不侦查，还是我先去侦查？什么情况？第一次看到死神放家里的，这有点酷，这算是潮流打法吧？这死神放家里，绝对是潮流打法、啊。能量不足，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能量不足，能量不足。
OK， 这个矿炉还发呆。我跟你讲，这绝对不是开图，这是，这只是有点奇怪的人。他应该没开图，干那矿炉还丢歪、欸，有点酷。哎、欸，他没有发现我的那个先知，所以他是正常人。他只是比较奇怪一点而已。树山开哦，原来是树山开啊！树山开对我来说不是好消息啊，因为我这打法其实比较怕树山开一点点。这打法就是比较稳。那遇到比较偷的人类，其实没有什么办法惩罚他，除非我今天决定要打一波，一开始就决定要打一波。他好像要出门了。这打会加分吗？这打会加分吗？我怀疑。可以叫他弟弟不要玩他哥哥账号吗？
还是说我输太多场，对手已经变这样了。Mainer，Mainer OK。 这个怪怪啊，这个真的怪怪。12分，你敢信？这买账号了啦，12分。我看一下，他是选错组啊。没有，他没选错组哎、欸。他打神族生牛51%，那我不懂。 不觉得我的这个，哎、欸，要来我来讲解一下这个好，这个打法，这打法是我目前来，我先介绍一下我这打法。